斗南中路教会已经服务斗南地区的民众70年了。为着要让会友以及附近民众会当有一个更加舒适的环境，今年就将旧教堂重新改造，结合附近在地农产特色，将教堂打造全新的面貌。在五日节进行举办庆祝活动，希望未来更加侪会友也是乡亲，会来到教堂斗阵来传福音。唱着美妙的歌曲来迎接斗南中路教会的全新面貌，经过两年外的重建，第五日在正经举办活动，来跟会友一同庆祝。很感动的一件事情，那个兄弟姐妹们他们的热心、爱主，还有就是疼教会哈、哦，这个奉献的那个程度啊，真是非常的感动，非常的感人呐、啊。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教堂盖得这么漂亮，我们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就一直幻想。啊，这是我们漂亮的教会，这就是我们越来越接近上帝所说的我们的伊甸乐园。斗南中路教会已经服务斗南地区的民众70年啊！这摆重建教堂，除了运用圣经的故事，佮结合云林的农产特色，让中路教会会使让更加侪人看到。所以我们引用了很多大量的圣经故事，然后将整个教堂的特色，尤其您看到上面的部分来讲的话，都是云林在地的农地产、历史、花卉，还有昆虫的这一些在地的特征，那成为斗南向云林、向中台湾而广宣出去，那这是我们当时很首要的一个目的。经过长老教会这次改造哈，这个建筑哈非常有特色，啊，里面非常漂亮，也成为我们斗南啊一个地标，欢迎来斗南的民众哈，也可以来这参观一下。重建教堂了后，中路教会每一个会友甚至是牧师，希望未来举办活动的时阵，和更加侪民众到阵参加，享受温暖的气氛。我们其实很盼望是通过这个有形的建筑，跟地方有更多的联系。那我们希望我们整理好之后，我们能够开放办理更多的社区的活动。其实我们也很关心啊，镇内的老人哈，我们很希望说用我们的场地，用我们的人力，能够帮助我们镇内无力这种孤独的老人，或者是说退休的人，他们有更好的生活品质。更希望啊，在这个用这个建筑物这个空间，能够成为社区的好朋友，好，那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啦，带给这里面的更好的生活，让他们通过教会过一个更丰盛美好的生活。透过重建教堂，唔但让中路教会有无同款的面貌，嘛希望民众日后来到教堂的时阵，会当感受满满的爱。记者李伯利昌报道。